欢迎观看本系列的第三个视频，它在100秒内变得更加聪明。今天，术语加德霍，该术语不是复数， Gaddo 是所有不属于罗姆人的人的定界术语。这个名词起源于奴役我们的加兹纳维德马哈茂德 Mahmud。来自加扎的马哈茂德 Mahmud 在第一个千年之交建立了历史上最大的伊斯兰帝国。他侵略了 Panjab 山谷18次，每次带走必须向其提供军队的工人。旁遮普山谷当时是大印度，现在是巴基斯坦，因此开始了我们的外流。因此，每个非罗姆人都是 Gaddo， 因为 Mahmud 是 Gaho。